期的这个论账啊，我们要先看它的派别。部派呢有两部，分裂成三部，再分裂成四部。好，两部呢就是大众部跟上座部。那三部呢，就是从上座部呢再分为上座部跟上座分别说部，就一二三了。再分成四部，这个上座部呢又分为说一切有部跟独子部四大派别。这个喜欢看武侠片的有没有哈？这个有几大派别啊？在部派佛教里面哈，它有四大派别。这个部派的分裂哈，大家应该要用比较健康的角度去看啊。这个在我们下一节课呢，部派佛教的分裂呢，我们会跟大家做说明。那这边呢，为什么要讲到说两部、三部、四部？这是部派佛教的大纲，也就是主要的派别。这主要的派别呢，因为我们要讲到论藏，所以在大众部啊，它主要的论点是什么呢？叫做昆乐啊。大众部的本论是昆乐，大众部的论呢，基本上比较少一点。从这边我们可以看到一点哈，我们现在所学的。大体上呢，我们的经论呢，它跟上座部呢是很有密切的关系。那上座部的论当中有说一切有部、独子部跟分别说部。那早期这边讲到早期的论点呢，早期的论点，大众部呢是昆乐，那上座部的说一切有部呢是北传七部阿毗达摩。那这个七部阿毗达摩叫做六祖一生论，啊，那有部呢的六祖一生论的七论呢，是影响我们北传佛教教理教义非常大的，啊，基本上呢，我们是活在，很多的佛典呢是在这个，啊，说一切有部的，它的内容当中，啊。好，所以呢，这个北传七部阿毗达摩六祖一生，一生呢，生是他的身体嘛，最重要的发智论啊，还有六祖啊，法集思品戒示法啊，法集思品戒示法七论啊，法蕴足论，集义门足论，施色足论，品类足论。戒身足论，发智论，法集思品戒示法，法集思品戒示法七论嘛，哈，叫六祖一生论，哈。那这一个有部的这一个论呢，啊，部派的。上座部的说一切有部的这个七论呢是很重要的。那还有什么呢？北传的上座部当中呢，它有独子部啊，还有这四大派的上座分别说部。上座分别说部呢又分为两个部分，一个是印度的这个派别，第二个呢是锡兰的这个派别。那为什么要分成这两个派别呢？主要是锡兰的这个派别呢，啊，这四大部当中的上座分别说部，它又有这两个派别。锡兰，这是南传的七部阿毗达摩，啊，南传呢，它也有七论。我们常常讲说南传七论跟北传七论，啊，南传七论就是，啊，这个赤铜业部的七论，啊。那我们这个会把南传七论跟北传七论哈，我们再把它比对一下啊。好，那这个部别呢，上座分别说部，因为它涵盖了南传跟北传。那如果在印度本土的
上座分别说部，他的论点主要的是什么呢？主要的叫做舍利弗阿毗昙论的这一部论。好，这里有很多论哦，大众部有大众部的昆勒，上座部北传的说一切有部有北传的七部阿毗达摩，北传的七论。独子部北传的独子部呢，有舍利弗阿毗昙论。那上座分别说部的印度的这个派别呢，也是舍利弗阿毗昙论。那偏向于南传的锡兰的是南传的七部阿毗达摩。那当然南传呢，南传它比较单纯一点哈，它的经是什么呢？它的经呢就是五部尼可耶，论呢就是南传七论。那到后期呢，还有两部论，就是觉音论师的解脱道论，还有比较应该说是注解书的清净道论。它的名字呢是有论的名字啦，但是它比较偏向于是注解书。好，这个是第二期佛教的论藏，第二期它偏向于论藏。那第二期佛教是小圣的三藏，小圣的三藏呢，其实慢慢的从小圣要进入到第三期的教典，那大圣的思想呢，慢慢就产生了。大圣的思想在哪里孕育出现呢？在大众部推崇的真一阿含经，还有分别说部推崇的长阿含经，这两部经当中有大圣思想的产生。在这两部经编辑的杂藏当中它孕育出大圣思想，终于呢有空相应的大圣经出现。所以大家注意哦，我这个表呢，它要说明什么呢？说明从经藏的产生，然后经藏律藏的产生，再产生什么呢？论藏，这小圣三藏的产生，然后在这一些小圣的三藏当中又含藏的什么呢？大圣的思想。那大圣的佛典呢又出现了。好，那所以慢慢我们要从小圣三藏的第二期佛典转到第三期了。那刚才提到说第一期佛典、第二期佛典、第三期佛典有不同特色哦。第一期佛典呢，佛在世，着重修行实践；第二期佛典因为大量论点的产生，着重理论的分析；第三期佛教大圣在利他当中完成自利，深观诸法实相，广行菩萨道。深观广行是它的特色。那大家会想说，这三期的特色哪一期比较好？大家很喜欢做比较。如果三期你都能够怎么样？你都能够学习，那不是最殊胜吗？你有实践的部分，理论分析你也很强，解门也很强，行门也很强。这里第一期跟第二期呢着重自利，第三期呢又着重利他，解行并重，自利利他圆满，成就无上佛道。好，我们向谁学习？向我们的释迦牟尼佛学习，他就是这样的去实践。我们要见贤思齐，有为者亦若是，他这么做我们就这么做，他能成佛我们也能成佛。那在部派的论藏当中呢，我们这边再补充一下，在部派当中呢，它其实呢它分成三个门。第一个呢，部派我们说是论点嘛，它其实有三个门，一个是什么呢？昆勒门，一个是阿毗昙门，一个是空门。好，这三个门。那这里呢我们可以看到说，如果说我们说部派的两部三门四大派，两部呢就是大众部跟上座部，三门就是什么呢？昆勒门、阿毗昙门，还有什么呢？空门。这个三个门四大派别呢就是从两部分成三部，分成四部。
我们讲到说18部派、20部派，我们下一节课就会提到。我们每次到那个部派佛教，我们都会混乱掉嘛，哈。但是你现在慢慢哈，先有这个大纲，2部、3部、4部，从4部呢再分成18部，啊，就慢慢你会掌握它。其实它不会困难的。在部派的义说当中，它分为三门，就昆勒，还有阿毗昙。阿毗昙是什么呢？阿毗昙就是阿毗达摩。好，它也叫做阿毗昙。那第一个呢，就是空门，啊，众生空，法空。这三门呢，昆勒门，啊，广比诸事以类相从，啊，有随相门跟对治门，啊，就是说，啊，它有说明法相的部分，也有讲对治的部分，啊，昆勒门。那这些因为都是论点嘛，就是把，佛的教说详细去分别。他的一个诸法实相详细分别自相功相，阿毗达摩也是一样。阿毗达摩的内容是什么？这个内容是在《大智多论》里面他的说法哈。他说：“或佛自说诸法义，佛说什么呢？法的法义，自说诸法的名。就是佛说法呢，他会说法的名跟义。比如说这个法是无常，无常是什么意义？佛说了以后。”诸弟子种种集数解其意，就佛弟子造论嘛，好，就解释他。好，我们在想说，佛讲经跟律就好了，为什么还要再还有论呢？就论是佛弟子的笔记啊，哈。佛说法的时候是善说嘛，哈。那善说呢，有时候今天讲经，明天讲讲律，哈，后天讲五戒。大后天讲不同的解脱法，非常的杂乱。那是不是因为佛杂乱？不是，因为佛当时的因缘就是，随着不同的因缘，随机说法嘛，哈。那佛弟子呢，很多的论师智慧非常高，他就把相同的把它归类在一起。论师的特质就是这样子，做一些归类。好，所以呢。佛说法以后呢，诸弟子种种归类，然后做解释。你们有没有发现说，有一些同学呢，在上课之后呢，他的笔记做得很好，有没有？哇，他把这个老师说的很有次第的，把它做成笔记，这个一目了然。好，这个了然有两种哈。就笔记看了以后呢，一目了然。第二个呢，就是看了以后呢，还真了然。了然呢，在闽南语叫做什么？啊，了然啊。好，那佛说的法，我们把它结集、归类、归类最好。在部派佛教里面有一部论归类的是。大家认为非常好的一部论是叫做什么论？哪一部论？部派佛教公认的哪一部论？北传。那是大圣。我说部派佛教有一部论很重要啊，很聪明啊，会让笨的人变聪明啊。叫做俱舍论。印顺导师说，这部论是空前的一部论。空前就是在这部论之前呢，它是最好的一部论。所以论点它是有一个特色，就是把佛的教说呢整理的非常好。那我们看了他的笔记之后呢，那我们就能够精准。精要、精密、精确的掌握佛法，所以第三期第二期的这个论藏呢，它是很重要。刚才提到了这么多论，它归类为成为三门，就是昆勒门、阿毗昙门，还有什么呢？空门。空门就是在讲众生空跟什么呢？法空。那刚才提到说大圣佛典哈，大圣佛典呢是空相应缘起，有没有？所以呢，这边呢，其实他讲这主要讲空门。阿毗昙是说有还是说空？有。
这个比较偏重在说有啊。在大家注意哈，就是说我们刚才讲到三个时期，第一个时期呢是一味的佛教，佛在世的时候嘛哈，佛说一切法无我，啊，说有说空。但部派佛教呢，它就变成有跟空，有跟空的代表呢，如果以论点来讲，啊，有中的代表大体上是俱舍论，空中的代表呢，诚实论，啊，那延伸过来呢，就是这个大圣三系，啊，那刚才提到说大圣思想产生之后呢，然后就进入到初期大圣，啊，初期大圣、中期大圣、后期大圣。那后期大圣呢，就是那个秘密大圣的哈，啊。那初期大圣经的代表作，我们看初期大圣经，啊，这是初期的般若经的大品、小品般若，还有华严经的入法法界品，还有大宝积经的普明菩萨会，还有像持世经啊、思义经啊，这一些都是初期大圣经的代表作。那我们从第一期跟第二期的教简的小圣三藏，进入到大圣的菩萨藏，就第三期了。第三期呢，我们基本上呢可以把它分成三系啊，就是龙树菩萨的啊中观系、弥勒菩萨的唯识系，还有如来藏的这三系，他的说法的重点呢啊，我们约略给他看一下。第一个呢，他在讲缘起性空啊，空相运言缘起，好，缘起性空，一切诸法毕竟空。那这样的内容呢，是为立根者说啊。那第二期第二系呢，叫做唯识系，好，他讲缘起法相有，偏重在法相有的说明。那他为五事不具的众生说。第二期的第二系的唯识系。那第三系呢是如来藏，它说明什么呢？佛性本有，众生皆有佛性，这是真常不空的唯心论。那它是为了谁呢？为无我具，他听到无我会害怕的众生，就说佛性本有论的如来藏。好，不同的根基施以不同的佛法，这是在大圣里面所说的。那这个就是我们所说的大圣三系，性空为名，中观虚妄为识，这是为识，真常为心，这是如来藏。刚才提到说从部派佛教它有空有二中，到了大圣佛教呢，这三系中观我们把它归类在空，空中。那另外两系呢，归类在有中。那这个部派佛教跟大圣佛教呢，它有什么差别？好，它的差别呢，第一个呢，两大差别，在大圣佛典呢是深观跟广行，第二个呢是发三心，啊，菩提心、大悲心跟无所得的性空智慧的这个三心，然后发四弘誓愿，啊，发这个菩提愿，啊，众生无边誓愿度，烦恼无尽誓愿断，法门无量誓愿学，佛道无上誓愿成。深观广行，发三心，发四个大愿，还有广行六度，然后圆满十地啊，这个是在第三期佛教啊，它跟这个前面的小圣佛教它不同的地方。好，我们先休息一下。Thank you.
淮海教育基金会感恩各界护法大德及善士们的爱心护持，温暖每一个受帮助的家庭及儿童。为了回馈社会，关怀弱势族群，海涛法师慈悲置业自2008年承接淮海教育基金会以来，即积极地协助清寒学生、弃养学童、中辍生就学、生活及品德教育，并且不间断地从事监狱教化、济贫发放、急难救助、老弱病苦、单亲家庭、新住民和原住民家庭之关怀，以及协助未婚妈妈及未婚子女的安置等，以圆满老安少怀，并发挥佛陀无缘大慈、同体大悲的精神，让社会上的弱势者也都能感受到人间处处充满慈爱与温馨。淮海教育基金会呼吁大家共同来关心社会上的弱势族群，累积福慧资粮，并祝福所有的家庭以及孩童都能在佛陀及正法的护佑下身心健康、平安吉祥。护持淮海基金会发扬佛陀大慈爱，援助弱势众族群，同离忧患常安乐。护持账号5005-9824 5005-9824，户名淮海教育基金会。观世音菩萨和大势至菩萨都是西方极乐世界的圣者，被人们尊称为西方三圣。关于他们的佛经有很多，《悲华经》就记载了其中的一个故事。在过去无数劫久远以前，有一位转轮圣王，他有1000个儿子，长子叫做不炫，次子叫做尼摩，父子众人都尽心供养一位宝藏如来，并跟随他修习佛法。这位转轮圣王在宝藏如来前发下了成佛的大愿，世尊授记他将在未来成为无量寿佛，国土的名字叫做极乐世界。接着，不炫太子在宝藏如来前也发下了成佛的大愿。世尊，今天我要大声地向一切众生宣告，我所有的善根全都回向给成就无上正等正觉的佛道。愿我行菩萨道时，如果有众生遭受种种苦恼恐怖的事，退失了追求正法的信念和力量，堕落到黑暗中，身心忧愁，孤苦穷困，没有依靠也没有房屋的时候，若他能够意念我，称我的名号，被我的天耳所闻，天眼所见，这个众生
若不能免除这些痛苦烦恼，我终不成就无上正等正觉的佛道。世尊，我今天还应当为了众生发起最殊胜的大愿。如果无量寿佛在西方极乐世界完成了度化众生的佛事，进入涅槃后，我将在正法住世期间修行菩萨道，利益众生。当无量寿佛的正法在初夜灭去时，我将即刻在后夜成就佛道。观察天人和三恶道的一切众生，而生起了大悲心，想要断除众生的苦恼，令他们安稳快乐。因为这个缘故，我今天当命名你为观世音。在无量寿佛涅槃后的第二个恒河沙的阿僧祇劫，正法在初夜时灭尽，到后夜佛土就转为一切珍宝所成就世界，种种庄严美好的景象无量无边。树下金刚座上成佛，名为遍出一切光明功德山王如来，寿命长达96亿纳米他/1000劫，涅槃后正法住世63亿劫。最后，尼摩太子也发愿在遍出一切光明功德山王如来之后成佛，庄严的佛土与一切佛事都与遍出一切光明功德山王如来等同无异。宝藏如来授给他，将在未来最大的世界成就佛道，因此命名他叫做大势至。接下来请收看海涛法师心灵讲座。
故事也很重要，因为把今天的功德都要做回向啊。那各位如果去泰国缅甸，你会发觉他们做完功德，功德主就要拿这个水这样滴，一直滴。那这个是有典故了，只是在我们汉传佛教没有这个传承习惯，不过我们也应该要学。为什么要这样说呢？这里面有一个故事，是巴利文的墙外经，就是围墙外叫墙外经。为什么叫墙外？就是那些孤魂野鬼或是我们累劫的冤亲债主没办法来得到功德，他们在墙外。那所以透过这个滴水他们可以得到功德，所以叫墙外经。然后佛陀讲这个方法，这里面有个典故，那我们这边还是要讲。佛陀时代摩多杰国的国王宾伯沙罗王护持佛陀，盖了竹林精舍，一开始就住了1000多位阿罗汉。那宾伯沙罗王啊，除了做经常做大供养，每个月初一十五都去供水、供身、供袈裟啊，供斋，乃至不够住房间，他就出钱盖寮房。那有一天十五，宾波沙洛王做完功德心情很好，结果晚上睡觉做噩梦，很多鬼叫的声音呢、啊。那他那些冤亲债主都跑到他皇宫来，不能进竹林精舍，结果跑到皇宫外来鬼叫啊，来希望求离苦。那隔天宾波沙洛王很怕，就赶快去找佛陀。佛啊，我明明做了大功德，怎么有鬼在叫，很可怜，我很怕。那佛陀就说了，国王啊，你过去的亲戚朋友在福沙佛，过去佛有个福沙佛，你这一堆亲戚朋友呢毁谤三宝，人家要打斋供养出家人他都破坏，不要人家打斋，甚至把打斋饭都弄倒了，让出家人没得吃，这样来伤害三宝。那你这些亲戚朋友因为毁谤伤害三宝，直接堕落地狱，甚至无间地狱无量劫，那从胡沙佛一直过来到迦摄佛，他们都在地狱，到了迦摄佛涅槃了、他们来出地狱啊，出了地狱开始做恶鬼道，从迦摄佛那个时候入涅槃到现在我释迦牟尼佛20000劫的时间，他们都在恶鬼道啊，吐火嚎叫痛苦啊，直到国王终于因缘成熟，你今天来精舍大供养，结果呢他们又得不到功德，他们很难过。所以讲到这个各位一定要注意啊，有一个讲法，你宁可把六道众生全部杀光光，你千万也不要去毁谤佛、毁谤法或毁谤或伤害一个出家人啊，因为呢毁谤三宝的罪业呢超过于杀死所有众生的罪业，所以他们无量劫在无间地狱，然后呢现在做恶鬼道又特别痛苦。那宾波沙拉王一听，哎呀很难过，哭啊，都是我过去的亲戚朋友，那现在怎么办呢？那佛陀说很简单，国王啊，你去拿一杯水来加一个盆子，然后我教你，你把所做的功德都观想在这个水里面，然后滴滴滴滴滴滴水他们，那佛陀说这个水一滴下去它就会渗到石头里面，所以呢墙边啊、石头啊、河啊、海啊都会有这个水的功德。那意思是说，那每个人无量无劫过去的冤亲债主我们根本不认识，只要有冤亲债主在受苦了，甚至旁边的恶鬼道通通可以得到我们的功德。所以南传佛教只要供完身呢、然后这些施主在前面，那出家人就念这个滴水偈，滴水偈，然后呢啊，这些墙外的孤魂野鬼累劫的冤亲债主我们根本不知道是哪一位，然后就会得到。然后国王开始供养的时候，佛陀现神通让他看到，所以国王拿着水在滴水供养的时候，然后佛陀就教他念啊，我宾伯沙罗，我把我今天供水的功德回向所有冤亲债主，结果一滴，那佛陀就让他看到整个水滴到地上变成一个大莲花池，
所有恶鬼道就跳下去，一跳下去身上的火都没有了，身体变成黄金色，每个人都在喝那个黄金甘露，哇，像天人一样，国王好高兴，哇，原来这个功德这样回向。那佛陀说，国王啊，那你还有打斋没回向呢？啊，对对对，我有打斋。那国王又观想，我把打斋的功德回向，这样滴滴滴滴的时候，所有那些身体变黄金色的恶鬼道，除了有水喝，又有无量的食物甘露，吃了以后身体更亮，力气更大，国王更高兴。然后佛陀说，国王啊，你还有贡袈裟你忘了？对啊，贡袈裟也要回向吗？然后国王说，我以贡袈裟的功德回向所有冤亲债主恶鬼道。所以呢，现场国王看得见了，佛陀神通加持，那些恶鬼道通通穿起黄金色的天人的衣服，哇，国王更高兴。那时候佛陀说，国王你还有盖疗房啊，这疗房也要回向给他们啊。然后国王就说，好，我以盖疗房身房的功德回向给这些冤亲债主孤魂野鬼。结果他们就是天，每一个冤亲债主世间鬼神通通到天上住的黄金色的房子啊，国王就高兴了。后来佛陀就跟大众说啊，以后只要做完供养，然后能够做这个滴水呢，然后再远的冤亲债主，你不知道的冤亲债主，就像这个水渗到墙角，渗到大海，遍满世界，通通都可以得到。我觉得这个观念很重要，不然有很多菩萨跟我说，师父啊，我都超度完啊，结果又开始破病，又去跟他问济公，他说又三个啊，过来，啊，那个超度，啊，超度完，过三个，我想弄哈林杰弯心杰主，这本来的，因为不一样的时间，不一样的因缘，你不一样的地方，今天各位到普里来，又碰到普里的冤亲债主，进来对我给你算了，走出去门口，开始讨个听，啊，不是个对你瞪你啊，你溜卡，啊，为什么寺庙他进不来？所以刚刚我没有特别说门神开恩隆中来。啊，不知道的冤亲，我们不可能只有这一世，我们还有前世，还有前世，还有前世，对不对？那所以无量无边的冤亲债主，甚至我们学佛了，找你爸爸找不到就找你，找你妈妈找不到就找你，就像妈妈堕胎，妈妈堕胎不懂得超度她，妈妈死了，生病死了，开始找大女儿了，开始找大儿子了，而大女儿儿子不管她，就找大儿子的。儿子的女儿，那个多绑的两个囡仔去死啊！那样啊，所以这个鬼道的事情我们不了解。不过佛陀这样讲，我们就老实做。那同样的，各位在这个小章里面也有一个观音施水记，叫慈悲施水记。以后各位拿着甘露水要喝之前，先把这个水做供养来。里面有个供水记，我定会的供给佛陀说，用一杯水供养诸佛。那这一杯水洒几滴出去，就可以超度84000个恶鬼升天，啊，就可以消除无量的业障，可以把地方上吃掉的鱼虾动物超度，因为水嘛可以洗业障，等于念了100万遍忏悔咒，等于念了100万遍什么咒？发财咒。啊，水代表赚钱，所以一杯水你就可以上供下施，然后要布施水的时候又念施水记。我们现在先念供水记好不好？供水记在第一个，哎，有水拿出来，没有的观想就好，到处都有水，来一起念。水有八德，供养十方，濯诸恶业，六道清凉，然后点几滴出去，哦啊哦。希望各位从今天开始喝茶喝水都要这样念，你要不会背，干脆把它写在你的杯子上。水有八德，阿弥陀佛就加持变八功德水，供养十方法界众生，浊就可以消除六道众生，那六道众生清凉啊，恶鬼都依道人道都得到利，嗡阿吽，就像烟供一样，他们得到。再来施水记，那我们在倒水的时候，除了回向给冤亲债主鬼道，那也布施给所有众生，所以我们念一下慈悲施水记。那你在做蒙山放焰口、甘露施食、烟供、布施水，都一样观想自己是观音菩萨。所以我们一起念慈悲施水记，来念一下：自极圣者观世音，手降本质甘露流，恶鬼饥渴诸苦灭，
愿即极净具福乐。Om Mani Padme Hum Sa。啊，所以我们滴水出去的时候啊，他们就 Om Mani Padme Hum 代表六道脱离轮回，发菩提心，色通通进入阿弥陀佛的极乐世界。Om Mani Padme Hum Sa。所以这里面观想自己是观音菩萨，这个水是从你的根本智慧流出来的甘露，这些恶鬼道的饥渴通通消灭，得到了内心的极静，具住福乐啊，所以福德快乐。阿弥陀佛，变红色施水记，然后呢布施完以后也可以把这个善根马上回向，来一起念一下，来，此施诸善根，愿彼利恶鬼，离恶鬼劣身，或善去安乐。嗡啊吽啊，所以从经典里面光布施水就有各种的修行方法，慈悲的方法。然后翻过来，我们现在要念功德回向记，把我们所有的功德念一下，随喜所有出家菩萨功德，随喜寺庙功德，造佛像，建佛塔，印佛经，盖道场，出家功德，供养僧人功德，慈悲六道有情功德，普皆随喜。今日法会圆满功德，普皆随喜。轰啊轰，然后融入我们的水。那现在各位手上有没有一瓶水啊？你就倒一些，布施一半好不好啊？倒在地上，布施不够，隔壁好多水就给他拿来倒就好了。啊，那个上供的水就，所以我们边念各位边滴水。但是最正确的做法，来看一下，麻烦以后你在家里做，拿一个小杯子一直给它倒倒倒倒到满，然后溢出来，让所有众生觉得他的功德是在满到都溢出来了啊，然后呢就流到水，最后把这杯水就把它倒掉啊，充满世界。这个法好不好用啊？很好，我觉得很好。虽然我们大乘佛教普皆回向，但是南传佛教这样做起来就很踏实。那我觉得这样做以后好像就不太有太多的冤亲债主，因为通通顾虑到了啊，因为佛陀这样讲我们有信心，所以大家用唱的，以后把这个滴水记背下来好不好啊？啊，每次做完功德就倒倒水，每次做完功德就倒倒水啊。然后呢，因为我今天把它倒在这个，以后各位你可以自己去买，泰国缅甸都有在卖，银的金的礼的，这样，然后就一直倒，一直倒，然后一直念，最后再把这个，我们等一下会拿到十方法界跟他们同享，最后再泼出去，好不好啊？各位慢慢，今天我讲的比较仔细，因为我们今天有同理大众的出家师父这么多了，以后大家都会了，一传十，十传百，大概都来斗醉比赛啊。以后法会我们就会买更多的水，一瓶带回家，一瓶滴水，一瓶洒水。那做各种呢，就像今天这样供万万水啊，一点都没浪费。但是不要自来水啊，自来水有加一些什么氯啊，加一些矿泉水可以，煮过了开水可以啊，啊这样来做功德。但是供养一瓶水就不可思议了啊。好啊，非常简单，做成小章，就希望各位带在身上念念念念念，终于把它给背下来了，背下来了。这样就特别是功德最大的那个，你要水给他倒好不好啊？因为他的功德大，就把它倒出来，这也是一种空性，也是一种不失慈悲，也能够不执着。那明明是佛讲的，那不分南传北传藏传都应该去做啊！因为我想只要利益众生的，也能够自利的法门，我们都应该学。再来第二个，莲师药师佛拿出这一张啊，这个今天印好了，不过里面有一个字少印，没关系，下回再补。那莲花生大士是阿弥陀佛观世音菩萨一切诸佛本心的显现身口意。那特别在这个末法斗争，各位现在佛教有没有一点乱乱了？对对错错，对对错错，乱乱了。那我们显教汉传佛教比较极静相啊，善良，但是明明有些时候要有愤怒相，愤怒相啊，所以莲花生大师呢，那就把这些调伏众生的这些难调难伏的魔鬼烦恼，还是显现他的愤怒相，极尽愤怒，眼睛愤怒，脸笑笑，然后
用这个密咒，所以呢也可以说是密咒佛啊，释迦牟尼佛以显教的教义为主，然后呢莲花生大士也叫第二佛，是从释迦牟尼佛心间生出来了，就以密咒为主。那无论如何利益众生呢，我们都学。那现在的人病很多，而且病不是光世间的病，大部分都是烦恼魔障病，所以莲花生大士也显现成药师佛合为一体，所以他就变成药师佛的蓝色的脸啊，然后呢就传下这个祈请文啊。这一次我去西京祈请一位祖师说解仁波切，当地人都知道他是唐东加坡的化身，也是莲师的化身一样啊，专门在修莲师法门乃至烟供，我的很多烟供仪轨包括各位念的短短的都是他传下来的。好，各位请看到背后有情患有身躯病起时，像我们叫有情，这个身体明明是假的啊，虚幻四大组合的暂时的，但是一生病也会很痛苦，所以痛苦难忍，疾病之所害，那最大的问题就是这个身体。就像我早上讲，我们出家人什么都没有痛苦了，不就是这个身体也会痛苦啊？那身体痛苦就难办道啊，身安则道隆，所以怎么办呢？心无疑虑，专一而祈请。除了我们祈请药师佛加持念大悲咒都可以，但是呢各位如果有缘嘛，那心无怀疑的专一的祈请莲花生大师。莲师与药师佛无二别啊，所以莲花生大师就是药师佛一样，没有分别。若非受尽障碍必消除，除非你我们该死了啊，不然呢这些痛苦障碍必定消除。乌金莲师慈悲我祈请啊，莲花生大师说跟阿弥陀佛讲的话一样，你对我相信，念我的名字，我像一只狗一样的二十四小时守护着我们。莲花生大师就说，就算你不相信我，我依然守护你。哎，活菩萨是慈悲平等的，所以呢慈悲心我祈请，所愿任运，希望我们所想的所发的愿都自然成就，齐加持。然后我们大家念三遍啊，然后以后你可以自己把它背下来，来一起念。来，有情患有身躯病起时，痛苦难忍，疾病之所害，心无疑虑，专一而祈请莲师与药师佛无二别，若非受尽障碍并消除，乌金莲师慈悲我祈请，所愿任运成就其加持。有情患有身躯病起时，痛苦难忍，疾病之所害，心无疑虑，专一而祈请莲师与药师佛无二别，若非受尽障碍并消除，乌金莲师慈悲我祈请，所愿任运成就其加持。第三遍用唱的，你要唱什么调都没关系，那更容易观想。如果不是你生病啊，是别人，那你帮他你就要观想，你变成药师佛去帮助他。那你这时候念莲师祈请文，如果你有莲花生大师的灌顶啊，来自你观想莲花生大师在你头上给他放光加持啊，就这个意思。所以我们唱一遍来。有情患有身躯病起时，痛苦难忍，疾病之所害，心无疑虑，转移而祈请莲师与药师佛无二别，若非受尽障碍必消除，无尽莲师慈悲我祈请，所愿人运成就其加持。然后今天莲师药师佛心咒：唵阿吽，班扎咕噜，贝玛推天扎，贝玛推天扎，贝堪杰，拉扎，萨瓦西德，帕拉哄阿，哄阿哄，班扎咕噜，贝玛推天扎，贝堪杰，拉扎，萨瓦西德，帕拉哄阿，哄阿哄，班扎咕噜，贝玛推天扎，贝堪杰，拉扎，萨瓦西德，帕拉哄阿。好，我们念三遍。哦，
莲花生大师药师佛合为一体，消除众生病苦业障等等。嗡阿呼本扎古鲁贝玛推顶扎贝堪杰拉扎萨瓦西德帕拉嗡阿嗡阿呼本扎古鲁贝玛推顶扎贝堪杰拉扎萨瓦西德帕拉嗡阿嗡阿呼本扎古鲁贝玛推顶扎贝堪杰拉扎萨瓦西德帕拉嗡阿。好，就像准提法门一样。法门无量誓愿学，只要能够帮助众生的法门，那我们都应该学习而且推广。那各位手上还有一张六道轮回图，那大家都很了解。那佛陀规定，凡是寺庙有佛法的门口，一定要贴一张，让所有众生看到并为他讲解啊生命轮回的故事。所以我们心中有贪嗔痴，像三只动物一样，造好事白的天道人道阿修罗道，造坏事破无界黑的鬼道地狱道畜生道啊，乃至六道的状况有个图。那之所以六道轮回呢，是从无明来的啊，所以蛇因缘法无明缘行。那只要你有贪嗔痴无明，你就是阎罗王掌控你啊，无常大鬼掌控你。只要你能够念佛啊，如果把释迦牟尼佛放在右边，代表按照佛陀的戒定慧八正道可以解脱。那如果另外一边话是阿弥陀佛，还一心念佛超越六道轮回往生净土。那后面有简单的讲解。那发这一章最主要的目的不是说光我们了解，是要有悲心。所以比如说我们在念药师佛念阿弥陀经，就把这章放前面，我为六道众生而念啊，因为六道众生脱离六道的痛苦而了解了佛法，断除我执贪嗔痴啊，能够实践十二因缘还灭法，能够脱离无常大鬼的掌控，一心念佛得生净土。所以底下有写的贪嗔痴三毒心不息，六道轮回永不停止。所以要断恶修善，一心念佛得生净土，普度众生。那我想大概就是佛教的基本原理就是如此。好，那等下我们休息20分钟，那我们就要做牌位回向简单烟供。如果法师要，我还有一本然后今天也不会讲，但是要发给各位，菩萨如何发菩提心行六度波罗蜜，这是由大摄真女犍子所问经，那大乘经典太好太好了，所有大乘经典讲的都是六波罗蜜的修行，像是讲空性跟讲这些菩萨行，这里面讲了布施波罗蜜怎么做，持戒波罗蜜怎么做，那各位回去把它读一读好不好。今天提早下课，不是提早回家睡觉行，努力努力。我也不知道今天开这么早的课，8:30一般8:30是受八关斋戒，10:00才是法会但是这样也好，这早一点回家打坐忏悔然后但是每天都要读经典好不好啊。各位一天不读书面目可憎所以不读经典那就一点法味都没有修行人有修行人的法味修行人的这种风范所以呢念一下发菩提心深信因果读诵大乘劝进行者上品上升极乐世界我们今天就这样做，大家发菩提心深信因果供佛共生点灯，今天就差一个没放生有吗？中南部放完今天我们都在那边放深信因果，每一样事情你都要去做，然后读诵大乘还要劝人家，大家一起深信因果念佛诵经修行这样呢，希望大家上品上升趁愿再来好不好啊。如果你从极乐世界再来，你的净土就变成轮回的世界了，轮回是你的办公室了还没有往生净土，还没有证得空性的，一定要先去净土。你到了净土证得无生法忍不退转，再到娑婆世界来，你就可以跟那些祖师大德大活佛不断来不断来。所以有时候人家会批评说，为什么藏传佛教他不去净乐世界再来，如果他已经证得空性，对他来讲轮回是他的净土。
还没有证得空性不退转的人，自己扪心自问，你赶快要上品上升，要努力拼命，好不好？千万不要修 cake， 不要紧啦，有气就好啦，下品就好啦。你太不慈悲了，你去下品，啊，你老伯老母我死几啊百岁拢未超度，为什么？因为没办法度他，所以下品是对那些死才听闻佛法的才讲下品，对不对？在死亡临命中造诸恶业善知识，你给他说说法忏悔念佛，那至少他可以到中品下生啊。各位受五戒的中品啊，不对，八关斋戒中品众生，能够受八关斋戒又受五戒中品上生，这是起码的条件。但是我们发菩提心受菩萨戒的，那至少要追求上品往生，恨不恨要赶快承担佛陀的任务啊，普度众生，所以在这个时间，大家努力吧。好，来，我们先回向，来，愿以此功德，庄严佛净土，上报父母祖先恩，上报所有众生恩，上报国家领导恩，上报三宝加持恩，下济地狱苦，嗡阿吽。下济恶鬼苦，嗡啊吽；下济动物苦，嗡啊吽。回向所有死亡儿童、堕胎胎儿，嗡啊吽。这个嗡啊吽就是嗡啊吽，就是具足一切最好的都给他们，让他们身口意像佛一样啊！来，回向所有意外灾难、爆炸死亡者。自杀死亡者，现场所写，往生牌位有情，嗡啊吽。回向个人累劫累世，所有冤亲债主，感情债主，杀业债主，金钱债主，口业债主，动物灵魂，嗡啊吽。若有见闻者，悉发菩提心，尽此一报身，同生极乐国。回向所有病苦者、贫穷者，现场消灾排位，同享功德，长寿无病，快乐自在，深信因果，不退菩提，同成佛道。对呀，他班长者呀，阿瓦波达那也说哈好。阿弥陀佛，谢谢各位法师菩萨，等一下我们再做牌位回向。阿弥陀佛。有佛法就有办法，像有太阳有空气一样，生命电视台的存在对于这个世间对痛苦的众生是那么重要，所以希望大家多收看生命电视台，多护持生命电视台，将佛陀